过 WWDC 2014的消息刷屏了吗？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来说，没有硬件产品的发布，是不是很失望呢？别着急，苹果没有，并不代表其他厂商也没有。惯用机海战术的三星，就在前两天发布了全球首款 Tiene 智能手机 Samsung Z。该机搭载了基于 Linux 开发的 Tiene 操作系统，配备了一块 4.8 英寸 720p 的 Super AMOLED 屏幕，采用了 2.3GHz 四核处理器， 2GB RAM 和 16GB ROM 的存储组合，以及210万和800万像素的相机组合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 Samsung Z 也支持 Galaxy S5 的指纹识别技术。根据官方的说法， Tiene 具备完善的内存管理功能，因此 Samsung Z 的启动速度会很快，对多任务的支持也比较出色。但是 Tiene 归根结底只是 Tiene， 不是 Android， 更不是 iOS。 出色的系统和出色的生态链相比，仍然有很大的差距。 Samsung Z 将于今年第三季度率先在俄罗斯上市，只能说祝你好运了。 HTC 昨天也有新机推出，就是这款传闻已久的 HTC One 时尚版。先说说它的型号吧，除了时尚版这个接地气的称号， HTC OneS 和 HTC One 1.8 也是该机的名字。 1.8 的硬件配置和 M8 基本相同，采用了高通骁龙801处理器， 2GB RAM 和 16GB ROM 的组合，5英寸 1080p 屏幕，以及拥有2600毫安时电池。不同之处在于1.8 取消了 M8 上使用的景深，推出了816之后逐渐走向了亲民路线，这次的1.8也不例外。该机的国行售价最终定为2799元，预计本月内就会登陆国内市场。三星和 HTC 都推出了景峰骁龙400四核处理器，电池容量为2500毫安时，同时支持 4G 网络。摄像头方面， Xperia T3 仅采用了一颗800万像素的摄像头，该机拥有黑白紫三种颜色可供选择，将于下月在全球范围内发售，但售价暂时还未公布。从上面的新机可以看出，三星试图在脱离安卓的生态圈， HTC 试图用塑料打击三星，索尼则试图开拓自己的产品线。